尊敬的用户您好，感谢您选择远大。新风机粗效过滤器静电除尘器清洗方法：一、打开机门，取出粗效过滤器、静电除尘器；二、用洗涤剂喷遍粗效过滤器、静电除尘器；三、用专用刷插入静电除尘器隔栅刷洗，注意别刮断钨丝；四、用清水或热水彻底漂洗粗效过滤器、静电除尘器；五、将水甩干，并彻底吹干或晒干水分；六、每半年至少擦一次风机及机内壳。感谢您选择远大，抗污染有远大。